好，枪响，枪响，第44堂，清楚吗？假水道，上层雄兵，水道，人人有功。电音乐工作室。安装开心杯，谁炸了一百层？好，各位观众，看看我们以上的龙舟都有那个彩色的霓虹灯，非常的漂亮。霓虹灯不是这个。我们小型龙舟有12个桨手，因为罗手最后是夺标手。不过第一排在领先的是从黄色桨的人人有功音乐工作室，紧跟在后的是从红色桨的上层雄兵队。两队加油！我们夺到标记的维生队。啊，还底下北北啊！加油！首胜，首胜！他就最前面。好，黄翔准备夺标。那么下面是台湾的八十九岁。